干嘛？你说啥？做妈妈一套房。你以为买房子容易啊？容易啊。这个房子怎么样？这个房子啊，简直太好了。嗯，啥？真买啊？真的，给你们一个惊喜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地下记，爸爸，我准备好了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也是他超级喜欢的，只要他一照镜子，他就特别的开心。那给我看看呗。暂时先保密。好吧。The next day， 菜还没切呢。啊！啊！快去找妈妈吃饭吧。嗯，好的。哇塞！是妈妈对你有年快乐。谢谢你。好的，好，今天到。噔噔噔噔，老婆辛苦啦，节日快乐！哇，还有礼物呢，我看一下，吃的呀。你就知道吃。哇，这不是我收藏的那套护肤品吗？正好精华快用完了，你真是买的太及时了。对，就剩下这两三瓶了，其他瓶子全空了。这个瓶子不是也挺好看的吗？我想的时候放在家里也能当个装饰。最近咱们老出去玩，晒得一整天在太阳底下，再不保护都和你一个色儿了。用了这，你的皮肤就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白白净净的。哟，你今天嘴也太甜了吧！来来来，赶紧把今天的课用上。今天过节了，也可以让我美美的。用来用去还是古比家的东西最信得过，还好我坚持。你看你之前涂的都是啥？用几天了都是脸上不舒服。他们家的专业劲儿比谁都足，就是针对咱们这国人又爱红又脆弱的脸，找到了植萃成分，并且还研究了17年，把纯度拉高到了99%，这擦着的效果都摆在眼前了。嗯，是的，我看你之前这个印子都快看不见了。我们家同事也买了这套，天天用，气色都好了，又白又嫩。你看，还有，这是给咱妈买的。哇。这是他们家的三生系列，里面用的全是好材料呢。送我的吗？再过20年吧。妈妈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大，怎么还有一个钥匙呢？这是我们新家的钥匙。怎么可能？可能。真的？真的。在哪？厨房。